铠甲勇士官方蓝 V 都没了两次了，却依旧无法阻挡他整活的脚步。而且啊，嘴里说的拿瓦是最成功的一记铠甲，手却抱着凯伊玩命的剑。先给你们看个帅的，终极帝皇龙。一人王入侵铠甲勇士，魔术会偷走生命哦。不过这几个小玩意儿好像被帝皇当小怪刷了。而这才是最强铠甲，三，谁教你这么贱？有个人很酷，三头六臂，刀枪不入。他的手掌有一点粗，现在我学会了走路。No God, please no！ 不过这都不是他整活的巅峰，接下来就带大家看一下官方创作的铠甲退休生活系列。一，没有异能兽的日子。二，铠甲外卖。敵だけど、君は気に入ったよ。敵だけど、君は気に入ったよ。三，晴天在阿瑞斯带过的一班战士。敵だけど、君は気に入ったよ。四，阿瑞斯偷吃鼠。敵だけど、君は気に入ったよ。那为啥刑天一直被迫害呀？不，官方就是要搞垮刑天人设。如有一位绝境，非礼十方生死。路人表示玩不起，居然变身。六，相亲的风影铠甲，谁家小孩能拒绝一个自己的爸爸是铠甲勇士呢？看第一条片子，风影铠甲。对郭帅印象如何，请考虑。起来，你们猜下一次铠甲官方的蓝 V 会在什么时候消失呢？